在2017年，因为北美市场的急剧需求，我们开始接触喜马拉雅山岩灯，并且从巴基斯坦大量进口纯天然的喜马拉雅山岩石，在我们的工厂进行装配和加工生产，每年销往海外的数量都相当惊人，因为这个产品确实是可以令到大家提高健康的生活品质。天然的喜马拉雅山岩岩是出自于2亿5000万年前的古代的海洋，当被太阳蒸干水分后，经过无数次的地壳移动，经过漫长历史的沉淀，从中产生出约80多种有益人体的矿物质。经过多重的测试，分析了产品成分、岩灯释放负离子场的测试，由于岩石本身所含的矿物质透过灯光的加热所释放的负离子场和散发出的暖色是光谱，对人体的健康、舒缓情绪、空气的净化都起到很好的作用。香港人的生活忙碌，压力很大，生活的环境又相对狭小，又比较压抑，真的很辛苦的。所以岩灯可以提供多方面的帮助给大家舒缓压力。很多人对岩灯的好处都不是太了解，所以很少人想真正去了解它和正确的使用它。所以今年我们公司就投放了不同的资源，希望更多的香港市民可以了解到岩灯的好处，而且我们在香港都设立了网销的渠道，方便香港人购买，以最优惠的价格提供给顾客。所以希望大家锡自己多点，锡家人多点，在家都可以享受到更好的生活品质。